好，我是王子竹，来自中国，目前就读于槟城伯乐大学，正在学习英文专业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在这里的学习生活。那么，请跟我来吧。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呢，是因为这所学校非常的多元化，在这里会为学生们提供各种各样展示自己的平台，你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国家的学生来给你不同的文化冲击，提升你的视野。这呢就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，在这里的教学方式呢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，在这里你可以帮老师当朋友，随时提出你的意见，老师呢也会尽可能的去帮助你来提升自己。这就是我们的图书馆了，放学后呢你可以约着朋友到这里来温习功课，这里有很多的课外书来任你选择，如果觉得在这里读的还不够过瘾的话，你还可以把它们带回家哦。这是我印尼的同学，这是我库尔曼斯坦的同学，在这里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学生，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，虽然说着不同的语言，有着不同的文化，但是我们经常还是会一起去郊游，去聚餐，语言并没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障碍，为我们的生活还带来不少乐趣呢。这就是我们的宿舍了，学校为学生们提供了舒适的住宿环境，我们有空调，有24小时的热水，还有 WiFi 哦。这里距离学校只有路程5分钟的距离，所以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堵车而迟到了。我在这里有2个华人室友，我们每天一起学习，一起做饭，一起逛街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周末你可以约着朋友到这里来逛街，相信你会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。是时候该放松一下了，这就是我的故事，我在 KDU 等你，快点加入我们吧。